说你跳个舞还能让围脖给捆上，你真服你了。哎呀哎呀哎呀，不是你是解扣呢还是解恨呢？我这上脖领盖叫你干秃噜皮了，里边的嘎啦咔疼的嗷嗷的。就你刚才这段词儿字幕都打不出来，你干啥呀这么拼命啊你啊？我想用我阿纳多兹的舞步征服我的舞伴赵老太太。那叫婀娜多姿，你学着我看点书吧。我说你怎么这么自信呢？你搁床头放一沓 A4 纸，你就是知识分子了你啊。怎么的啊？我告诉你，阿娜跟婀娜那是两姐妹。有一次他俩去参加舞蹈大赛，婀娜有0.1分的优势赢过了阿娜，从此以后就叫了婀娜多姿。哦，后来有个大傻子就信了。你得了，傻我又赢你了，你这辈子就赢不过我。你你到底想干啥？我就是想用我的舞步把我的舞伴变成我的老伴。哎呀呀呀，干啥呀你？你激动差点转厕所去，你这是。你行，你先别激动啊！我告诉你，你想把舞伴变成老伴的那个赵老太太，现在是我的舞伴。当然，以后能不能变成我的老伴，我不像某些艺人臭不要脸的。嗯，张红爽，你是不是有点欺人欺人？这紧张咋还忘词了呢？欺人甚了！张红，你别逼我了。怎么的？呸！哎呀，呸！哎呦，总眼！呸！你干啥？哎！你跟我玩埋汰是不是？你逗我玩？干啥呢？嫁接呢？多大岁数还整这出啊？站起！哎！跟你俩说多少遍了？你俩逗了大半辈子，你俩的孩子呢？准备在一起过一辈子。孩子马上就要到了，你俩能不能有个当爹的样，把菜点了一起吃顿饭，把孩子的事给定下来呀？老严呐，啊，咱处一辈子了，你今年头一次说了个人话呀。能不能点菜了？我点。老贾点，老贾。孩子事儿最大，别闹了，你这天天的干啥呢？这是。哎呀，老张，你最近那个糖尿病有没有好转呢？哎，就那么地吧，还能咋的？那点清淡点。不用。你想吃啥点啥，多大岁数了，这身体不要紧呐，还吃啥点啥？来个糖醋里脊，来个糖醋带鱼，再来个糖醋葡萄皮。有啥忌口的没？忌里脊，忌带鱼，忌葡萄皮。我给你上袋糖不就行了吗？错，上6袋糖，甜死的。行了，你俩这菜也别点了，我看着安排吧。我出去办点事，你俩在这好好待着，别打架啊。撒秀巴扎嘿。哎，你瞅啥？瞅你咋的？瞅那地包天的样子。还记得小学时候吗？这家伙买一块新橡皮到学校，这嘚瑟的咔嚓就被我抢了。其实我有，我就是为了气你。对，后来我告你爸了，那家给你揍的。哦，上初中流行小白鞋，家你哥家也穿一双，这上来嘚瑟的，脏了还拿着粉笔跟他擦呢。哎呀，后来我咔嚓家就给你抢来了，其实我有，我就是为了气你。对，我告你爸了，那家给你揍的。啊，高中毕业那会儿，你早恋小样谈了个对象，这家伙被我抢去了。然后我怕你告我爸，我先告他的。后来呢？那家给我揍的。你这回怎么不揉脸了呢？住院了。你让大伙听听，你说你啊，你都欺负我一辈子了啊！你这家到老了，你还跟我抢舞伴，你是人吗？看我嘴型，就抢。你有能力告我爸去。你爸都走多少年了，我上哪告去？
你不年年给我爸上坟吗？你上坟的时候告他呀，实在不给你找他去啊。我才不去呢，我这好日子马上就过来了，等你女儿嫁到我们家，那你那个小棉袄我就算穿上了。哎呀，他得管我叫爹呀，生个孩子管我叫爷，最关键的是他还得随我姓，上哪说理去。老贾，老贾，哎，你看我这表情。你那是干啥的啊？扬眉吐气。我以为你是死不瞑目呢。呸！还跟我玩吗？呸！爸，你俩干啥呢？啊，你张叔眼睛迷了，我给他吹一下子。啥时候事儿啊？过来。呸！哎呀，这回迷了。张叔叔好。啊啊啊！贾叔叔好。什么玩意儿这是？是你儿子吗？贾叔，你咋的了？离我三米远，过去。孩子，不，你今天咋长成这样了？不是，贾叔，我咋还今天长成这样呢？你爸地包天，你这是天包地呀、啊，这是。啊？不，你随谁呢？随心所欲啊？孩子，我冒昧的问你一句。你有一米没？爸，你说啥呢？你闭嘴吧，我的两米的大姑娘。来来，站一会儿，站一会儿，站一会儿，来来。哎呀，这家长得，这家此起彼伏的，这。哎呀，这就是高高的巍峨大山呐、啊！你这就是个趴趴坟呐，你呀、啊！说啥呢你？不是说啥的，你说他俩上街，从背边看就是个高挑的大姑娘拎了个手提箱。啊、你闺女好，我闺女咋的？你看你闺女长得咋的？漂亮，没毛病。儿子，喂，爸，咱们赚了。谈多长时间了？谈三年了。问你了啊。姑娘，你病了咋不告诉爸的？爸，我没病啊。没病你能跟个地雷谈三年呢？贾叔，我这一会儿啪啪坟，一会儿手提箱，一会儿地雷，我到底是啥？你还没明白吗？地雷搁手提箱里放坟上了。哎呀，爸，你说啥呢？我们两个是正经谈恋爱。你这是正经献爱心呐？咋的？加入小动物保护协会了你啊？贾叔，你这话说的，我都有点生气了。你哎呀，你还有点生气了？你气吧。你上那边去啊！绕道走。我爸就这样，心直口快的，你别跟他掰见识啊！关键叔叔话说的也太难听了。哎，行了行了，看在我的面子上，别生他气了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你看你闺女多好啊，这咋比你强多了？我就喜欢这小鸟依人的样啊。他现在是小鸟依人，他要急眼那就是大鹏展翅啊。下边跟谁俩呢啊？哎呀，是不是给你点脸了？上劲了啊！是不是给你点脸了啊？走来，回家跟我说清楚。展翅吧，翱翔吧，飞起来。儿子，智取啊，智取！哎呀，儿女事跟掺和啥玩意儿？行，我不掺和。不掺和你打我干啥呀？你刚伸手打我！哎呀，老张，我就不怎么的，你我还哎哎像哎哎，你跟我玩鞋呢是吧？干啥？怎么的？你看着啊，怎么我打你？扔地雷，把你儿子扔了，你还干啥呢？哎，我就不像哎！干什么呢？三。我问你们俩，你俩谁会变魔术？我会算算数啊。你别这么没用的。刚才我们那屋刚上一锅王八汤，刚要咔嚓一下子，王八没了，锅里面就剩一只43码的大皮鞋。你俩谁扔的？你有证据吗？我就防你这招了。来，
鞋带还是稳固的。王八汤不咸，鞋带咸呢。你俩谁扔的？嗨，这个很重要吗？很重要。看我嘴型。他。我就知道是你，你长个地包天，你咋不上天？特别你说完了，你别老地包天地包天的，你个你看，我说你地包天怎么的？不是地包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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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地天，干啥呢？骂人的没看着啊？你说你这么大的个子，你这么大个连鱼刺跟那鞋带你都分不清，我确实有点懵懂啊。那鞋带也没咽下去就完了吧，你跟俩老头你想干啥过意不去的你啊。你看好了啊，这是半根儿。那半根儿呢？吃了。谁吃的？我。怎么你俩咋还抢上了呢？你这还，你别站那些没用的，今天有人看他老不老，早揍他了。你再说一遍。早揍他了。我告诉你地包天没说你啊。他，我可以欺负。你们，看我嘴型，不好死啊！哎，你说咱俩有必要怕一个老头吗？我觉得没必要。你想咋的呀？我就想，我这都想试试。来呀，来呀，来呀！老张，你干啥呢？你我这打架，你应该鼓掌，你怎么过倒呢？你这还呀？你别走，老张，你别吓我干啥？别走，回来，你回来！不是，妈呀，老张你咋？老张。老张，你别吓我！你咋的了？心梗犯了咋的？老张，哎呀，老张，这120电话多少啊？这119，119是火警。王八犊子！你说你这，你多大岁数了？说激动就激动啊？你以为你还年轻啊？年轻，我年轻的时候，就再来三五个，我绝对就打理他们满地练瑜伽。现在呢？现在咋的？现在就得智取了，智取像你似的躺地下装尸体呀、啊！哎，刚才看我倒地上了，紧张了，还给我叫救护车。上一边去吧，我怕你倒人老烟店里那不吉利，你太邪性，你知道吗？老姐啊，你说你咋就这么愿意欺负我呢？上瘾了呗，戒不掉啊这玩意儿。你说你小时候你也不缺橡皮，你那为啥非得抢我的呀？老严缺呀。那你就给他。那能白给他吗？给我一包辣条。那我那白球鞋呢？两包。高中女朋友？哎呀，那家给我干一箱啊，那是。哎呀，哎呀，你说这老严也是啊，他咋那么欠儿呢？咱仨这辈子没有老严，咱就没意思。哎呀，这辈子有你们这么两个玩意儿啊，真挺有意思的。哎，你说咱仨这叫啥命啊？到老了老伴儿都没了。要么就是咱们仨当年拜把时候许错愿了。这我跟你说啊，你欺负我一辈子行，但临了那五万不能跟我抢。你给我上一遍，还跟我抢五万？我那两米刀的大姑娘都嫁给你的地雷小朋友了，你这。你就把赵老太太让给我就完了，这是。啊，行，我把赵老太太让给你，从现在开始啊，我不跟她联系了。你看，我把她微信给你删了。你看，看我嘴型。嗯，仗义。你这啊，把孩子叫下来，准备吃饭。哦，吃饭。哎呀，这鞋还整没了。这，儿子，哎，我叫儿子，你答应啥？去一边去。菜呢？菜不菜那都是后话。有个重要的事儿，先宣布一下。啥事儿啊？什么玩意儿啊？结婚请柬。谁的？老严的。跟谁？赵老太太。看我嘴型，吐他！去。风花雪月的世界里，我在年年的成长。
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，改变了三个人。就在